今天，中国电影博物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摄影师吴印贤的女儿吴祝清。你好，欢迎您。83年前，正是吴印贤冒着生命危险，将一台埃姆牌摄影机带到延安，参与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延安电影团的建立。吴老使用过的一台，这个型号是，但是这台机器不是，原件找不着了。吴祝清口中的原件，是由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斯赠送的，在电影团进军东北时不慎遗失。但透过与之相同型号的摄影机，仍能追忆伊文斯等西方艺术家镜头下峥嵘岁月中的红色中国。1937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此时，英法美等国打着中立、不干涉的旗号，美国还在把钢铁卖给日本，中国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援。1938年，一批欧洲左翼文化人辗转来华，其中包括被称为“飞翔的荷兰人”的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斯，与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二人在香港拜访了宋庆龄女士后，来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打算拍摄一部反映中华民族抗战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正是后来震惊世界的《4万万人民》。罗伯特·卡帕，匈牙利裔犹太人，中学时就对政治产生兴趣，因有意加入共产党而受到当局注意。1936年，卡帕受《生活》杂志派遣，报道内战中的西班牙，正是在这里结识了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尤里斯·伊文斯，还与前来参战的美国作家海明威成了朋友。在这片燃烧的土地上，卡帕拍摄了共和国士兵之死的照片，并在《生活》杂志发表，一举成名。伊文斯也与海明威合作完成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战这样一个图景能够被世界所熟知，能够汇聚到世界的反法西斯这个整个的潮流当中去，而且他们的这种影像的风格，包括他们观察世界的这种视角，也足以让世人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伊文斯与卡帕的拍摄工作并不顺利，国民政府虽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与欢迎，但实际接触之后，二人感到的不是便利，而是麻烦。为此，伊文斯特意给刚刚蝉联2届奥斯卡影后的好友路易斯·雷纳打电报，请回电说明我是国际上闻名的，请著名导演如迈尔斯顿等签上名，证明我不是一个找工作的叫花子。这令伊文斯非常难堪，但执着的他就是想为中国做一些事，做一些好事。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前线的弟兄们是在出生入死的拼他们的性命，后方民众每一个钟头的安全都是前线将士的血肉换来的。1938年3月12日，武汉各界举行集会，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市民手举小旗在街头游行，士兵举手宣誓，表明坚决抗日的决心。卡帕走上街头，拍下了这组照片，并发表在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其中一张头戴钢盔、年龄只有10几岁的娃娃兵特写照片，被用为该期《生活》杂志的封面。图片说明是保卫中国的战士。三八。
哪个春天？千年运河流经的台儿庄古城，如今已是旅游胜地。从这堵弹孔密集的老墙上，我们仍旧能够找寻那场战争留下的痕迹。讲述一下台儿庄大战的所有前因后果。一平方米上面的弹孔数量多达到了94个。1938年4月3日早晨，伊文斯和卡帕乘火车到徐州。这时，中国守军正向台儿庄之日军发起全线反攻。这是卡帕在台儿庄战役中拍的一组照片。他有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你靠得不够近。”但伊文斯与卡帕却没能拍到台儿庄战役的战斗场面。虽然没有拍到战场上那种硝烟炮火，伊文斯和卡帕来到战后的台儿庄，把当时日军的暴行、战争的惨景，用他们的镜头，留下来，传向世界各地。在从美国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伊文斯便一直在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伊文斯认为，在他的纪录片中，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和八路军的形象，那么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就是不完整的。1938年5月初，伊文斯与卡帕以拍摄长城为由到达西安，准备一起去延安，却在此时收到了一封来自国民党的电报：夫人要我告诉你，中国只有一支在蒋委员长指挥下的军队，在你的影片中要注意，不要宣传其他部队。伊文斯与卡帕不得不放弃了前往延安拍摄的想法。1938年7月21日，一直没能等到拍摄机会的伊文斯决定离开汉口。就在此时，他们迎来了一次期待已久的邀约。为了弥补伊文斯未能前往延安拍摄的遗憾，周恩来特意邀请伊文斯与卡帕前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拍摄一次重要会议。It is especially in this northwest region that they employ the new guerrilla tactics: quick attacks, quick retreat, cutting the enemy's railroads. 这次会议拍摄到了周恩来、王明、博古、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李克农等驻武汉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这令伊文斯兴奋不已。摄影师卡帕也拍摄到了他在中国极为重要的一张作品。周恩来呢，非常的清瘦，但是他目光如炬啊，也非常的坚定。他的背后呢是一张马克思的头像，那右边呢是巩固团结啊，争取第三期抗战胜利的这么几个文字。即将离开中国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伊文斯会见了刚刚从香港采购摄影器材回来的左翼导演袁牧之。听说袁牧之能够赴延安拍摄，但手头却只有一台16毫米摄影机时，伊文斯主动提出，愿意把自己的一台埃姆牌35毫米手提摄影机和2000尺胶片留给他。由于是临时起意，伊文斯并没有把摄影机带在身边，于是两人约定明日再见。总理就觉得他们见面的时间很长，会引起国民党的注意。袁牧之又是一个那个当时的电影明星，最好是找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秘密的和伊文斯接头，能把这部设备拿回来，那就找到了我父亲。彼时，摄影师吴印贤刚刚在香港完成了电影《中国万岁》的制作，却因表现了平型关大捷而被国民党当局视作宣传共产党的反动影片。吴印贤对此愤懑不已。当袁牧之找到这位老朋友去完成这项交接任务时，吴印贤欣然同意。他肯定是这个很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因为他这个人一向都是比较正直。正是凭着这份正直，吴印贤乘坐周恩来的汽车来到汉口郊外中山公园西侧的一条马路边。这是他第一次参与秘密活动，
心情难免有些紧张。一会儿，另一辆汽车驶来，从车上下了一位外国人。因为天很黑，谁也看不清楚谁。外语我父亲又不会。最后是因为死守了延安，这样这相当于接头暗号了哈。他们就接上了以后，就把那个摄影机和胶片拿回来了。这台来之不易的摄影机完成了延安电影团第一部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虽然这部影片在送往莫斯科冲印时，由于德国发动闪电战辗转至乌兰巴托途中丢失而未能面世，但它确实为延安电影团的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也参与了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开创。经过多年的忠诚服役，这台摄影机已下落不明，但以它为设计灵感的奖杯仍被视为中国纪录片人的极高荣誉，它也象征着伊文斯与卡帕对红色中国的深厚情谊。20世纪40年代，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卷入二战，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进一步扩大。中国作为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之一，一直进行积极的抗日活动。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就很严重，不想让世人知道延安是什么样的。国际上，记者们啊提出很多次要求，想访问这个延安，没有实现。1944年7月，在美国将军史迪威等人的推动下，美军向延安派出了一个观察组。与此同时，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终获蒋介石批准，先与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这是当时记者团中6名外国记者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合影。他们当中身材魁梧的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其实与共产党早有渊源。1936年，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传奇新闻迅速传播海外。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以自由记者的身份，在1937年7月初来到陕西富平的红军驻地。这张照片展现出的就是贺龙同志同他的独臂将军贺炳炎、彭绍辉在历城中学拍摄的合影。当年指挥部所在历城中学由爱国将领胡景翼于1920年创办，孙中山先生题写校名，在大革命时期成为渭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地点之一。习仲勋同志曾在此接受思想的启蒙。我国的思想发明，如今的历城中学课堂内外青春依旧，半个多世纪前，我们的先烈也曾在此学习生活。当时很多人对红军的印象是没文化的泥腿子，但在福尔曼拍摄的照片中，红军不仅读书看报，还会打网球、打篮球、打门球，是一支朝气蓬勃的文化之师。同时，红军有炮兵、有骑兵、有自行车队，也是一支配备了汤姆逊冲锋枪的精锐部队。哈里森·福尔曼刚到达陕北的时候呢，他对于红军是很紧张的。他和红军的这些官兵们进行交流的时候，又发现他们很朴素而又平易近人。这样一来呢，他在采访之中就放开了胆子啊，就拍了很多红军的照片，而且有很多呢，可以看得出来里面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好感。这是哈里森·福尔曼在中国看到的最有朝气的部队。福尔曼在此期间拍摄的大量影像，也恰好见证了全民族抗战爆发之际，正在改编中的红军的历史性时刻。一半的人已经换了，就是八路军的制服，一半人还穿着红军的制服，而他们周围呢，有很多群众拿着三角小旗，再来参加这场活动，就是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誓师大会。1944年6月，当福尔曼再次进入这片红色区域时，他镜头中的红军已经变成了八路军。福尔曼曾被称为现代的马可波罗，
抗战期间，他的镜头触及中国各个角落，但在延安，他最先把镜头对准了外界最关注的人物——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镜头中这位传奇领袖，时而威严，时而和蔼，时而眉头紧皱，时而笑容可掬。相比之下，福尔曼镜头中的周恩来始终带着谦和的微笑。此外，他还拍摄了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多名八路军、新四军将领。1944年7月，福尔曼与这些中国共产党将领们一起迎来了美军观察组。国民党当时他需要美国的援助，不得不松了口子，因此1944年就出现了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的情况。中外记者团进入延安之后，我就感到很震惊，这是在中国唯一看到的没有乞丐的城市，全民参加生产的城市，组织井井有条的城市，而且是一个战斗的城市，全民皆兵。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使得福尔曼豁然开朗。1944年9月21日，福尔曼在晋绥汾阳前线的八分区庆功大会上发表讲话。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的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后来这记者团也跟着兴奋啊，福尔曼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它是一种情绪的表达。此后，福尔曼一直穿梭在中国的各个角落，还留下数以万计的图片，将艰难岁月中的红色中国真实记录下来，包括这张笑对死亡的照片。1949年5月11日，上海闸北公园旁，国民党将因策划地方武装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被逮捕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朱大同押赴刑场，并向在场群众污蔑朱大同为汉奸。朱大同，一个即将赴死的中年人，反而露出了自信的笑容。现场的福尔曼虽无力阻止这一场屠戮，但却用手中的相机将朱大同这一洒脱的瞬间永久定格。16天后，上海解放。次年，朱大同被上海市政府追认为烈士。时光荏苒70多个春秋，先烈虽已魂归大地，福尔曼拍下的这张笑对死亡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了人民的心中。在此期间，除哈里森·福尔曼外，大量西方记者与摄影师来到中国，希望记录下这一即将迎来巨变的时刻。这里面也包括了享誉国际的摄影大师，刚刚与罗伯特·卡帕共同创办马格南摄影通讯社的卡蒂埃·布列松。布列松啊，他是在12月份到达北京的，他拍摄的内容正好是咱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的时候，那么也是国民党军队这个大溃逃的时候，他恰恰就记录了这10个月这个时间，所以为中国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一些影像。布列松兴奋地在北平的街头游走，拍下了很多观察到的社会生活细节。一名来城里贩卖蔬菜的农民正在吃饭，背后是一脸茫然的店主和空空荡荡的店面，而这张照片被他用在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封面。布列松本来只打算停留2周，但由于时局混乱，他前后在中国待了10个月。
离开当时的北平后，他辗转到上海，并目睹了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布列松的这次中国之旅持续到1949年10月前夕，拍下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国民党溃败前夕给人民带来的悲惨和苦难。在10个月的拍摄过程中，布列松专注于用影像描述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逐步建立起来的新秩序。在这个布列松眼中的中国命运转折年，他客观地记录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轰然倒台的历史重要时刻，目睹了中国历史潮流与起伏，也拍下了决定性时刻的决定性瞬间。1954年，年仅41岁的罗伯特·卡帕在越南采访第一次印支战争时，误入雷区被炸身亡。十几年前与延安的失之交臂，成了他的终身遗憾。1958年，布列松作为第一批进入新中国的西方摄影记者之一，再次来访。他拍摄的大量纪实照片，打开了一扇西方观察新中国的窗户。1973年，69岁的福尔曼满怀对中国的深情厚谊，再度来华。再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欣欣向荣的美好画卷。1988年，90岁的伊文斯选择在中国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一部电影《风的故事》。在生命的暮年，这位耄耋老人完成了一份献给自己、献给中国的礼物。光阴流转，斯人逝兮，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等来了胜利和光明，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些峥嵘岁月中的西方朋友和他们留下的点点印记。气壮山河，风云岁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请收看第41集《烈火中永生》。